南宋四大家是指中国绘画史上的南宋画院画家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亦称南宋四家，简称李刘马夏。其中李唐较早，后三家继承和发展了李唐的画法，成为南宋山水画的主流。他们在山水画坛创造出了水墨苍劲的新风格。李唐山水画用笔犀利，气魄雄伟。刘松年受其影响，则在工整谨严处着力。马远、夏圭师承李唐刚劲概括的笔法，水墨凌厉，大刀阔斧，构图各取边角来营造山水画的布局，有马一角、下半边之称。南宋四家的山水画风对明代浙派和院体有较大的影响。山石喜用大小斧劈皴、刮铁皴、钉头皴来表现方棱俊俏、骨骼峥嵘的气象，笔法坚毅而迅疾，画术多以瘦劲挺拔、风姿洒脱、沉厚刚强的笔致，用墨不作层层积染，而从浓淡中求层次变化，一气呵成。这种画风往往给人苍劲挺健、清新俊爽、深邃轻旷的美感。四家中，李唐雄强苍古，刘松年俊俏秀整，马远坚实朴厚，夏圭清静旷远，各具风神韵貌。章法布局上，他们能别开生面，打破了京浩关同以来的全景式山水的格局，创造出边角取景法，以偏概全，小中见大，增强了山水画虚实相生的空间意识，大疏大密，大开大合，意境更显辽阔清远。宋代的青绿山水画虽然继承了大小李将军、李思训、李昭道父子的传统，同时又吸纳了水墨细劲勾琢的技法，精工巧整又不繁琐纤细，设色三繁九染，用笔万毫其力，九朽一霸。宋代的青绿山水画改变了前人空勾无皴的单一技法，将勾勒与皴法融为一体，大大丰富了山水画的物体质感与变化。先以勾勒填彩，后以笔法皴染，色彩鲜明亮丽，色墨之间相融和谐，色不爱墨，墨不爱色，相得益彰。意境表现上有雄伟壮丽之概，江山万里近在咫尺，披图展卷，或冈峦起伏绵亘千里，或江河湖泊浩渺万顷，庄园、村落、舟桥、人马穿插其间，结构井然有序，设色鲜明瑰丽。王希孟的壮丽恢宏，赵伯驹、赵伯素兄弟的高迈巧整，惠崇的精工莹洁，各领风骚的青绿山水极大丰富了宋代山水画的多元技法和表现力。元代虽然只有短短97年的历史，但山水画的变革与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元代文人山水画的兴盛，成为中国山水画史的重要转折点。在元朝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政治气候下，士人阶层，尤其是江南文人，普遍存在着一种心理上的压抑和失落感。他们或隐逸山林来表达自己超脱的情绪，
以求得心态上的平衡和情绪上的舒展，或毕生以书画艺术为寄托，淡出功利，表现出一种不与时尚妥协的心态。个性强烈的品格是元代文人山水画取得卓越成就的精神根源。元代山水画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早期以赵孟頫为中心，重要画家还有高克恭、钱玄、商祺、管道生、李瓿等人。中期以黄公望、吴镇、曹之白为代表，后期以倪瓒、王蒙为代表。而中晚期的山水画关系尤为密切，笔墨师承相互影响，并有许多共同点。元代还有赵雍、方从义、马婉、陈汝炎、陆广等有成就的山水画家，以及师法李成、郭熙画法的堂弟朱德润，有继承马远、夏圭遗风的孙君泽、刘岳，还有善绘楼阁界画的王振鹏、夏勇、李荣锦等人。而影响最大的是元初的赵孟頫、钱玄、高克恭，以及元四家的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明代王士珍在其《意愿之言》中说道：山水至大小里一遍也，经、观、董、句又一遍也，刘、李、马、夏又一遍也，大痴、黄鹤又一遍也。可见山水画总是在不断传承变革中得以发展。赵孟頫主张作画贵有古意，他身在魏阙而心怀临泉，凭借绘画将飘渺不定的蜀离之愁和起幕隐逸生活的情绪转化为对故乡山川的眷恋和幻化，勾画出理想化的山水家园。他的笔墨兼具了董句的浑凝滋润和李郭的影托精微，竭力反对南宋院体剑拔弩张和一味率性的画风，全面继承唐宋绘画的复古遗风，同时又提出书画同源、同理、同构的原书入画的人文精神，对文人画的发展起到极为重要的承前启后作用和影响。元四大家对文人山水画的变革与推进功不可没，影响深远。若是以书法来做比喻，那就是宋人如楷隶，元人似行草。神明举约的法度和放怀心性的意象是笔墨形神兼备的基础。元四家多元灵变，直取心象的笔墨特性，拓宽了山水画艺术语言的无限生机与活力。由性而发的笔情墨韵包含了文人极大的诗性情怀与精神意志，也是人文自觉的至美境界。黄公望为元四家之首，不仅年龄最高，影响力也最大。他的山水画创作强化主观情思，抒发淡泊宁静的情感与自然神韵的结合，峰峦刚复起伏，波陀沙渚逶迤，浩渺婉曲的江河，疏密参差的树木，若隐若现的村落，以中国画特有的游牧方式铺陈展现，笔线的浓淡、干湿和轻重虚实变化，生动再现了江南的生活场景，翠微摇矮，
平淡秀润的富春山水，画面给人以诗景清而空景现，真静逼而神静生的艺术效果。黄公望以意取景，以情施法，意境萧瑟淡泊，平淡天真。构图以扩圆法代替三圆法中的深圆，变送人繁入缜密为简阔松秀，文厚中透出清虚疏荡的气韵，水域空间表现更加旷远清空。这种一水两岸式的构图观念对后来的倪瓒影响很大。吴震在元四大家中算得上真正的隐者，性格尤为孤高自傲，极少与官僚豪绅相往来，结交的朋友多为方外之士和隐逸文人。吴震一生贫寒清苦，曾以卖卜为生，常常隐逸山林湖泊，笔墨之间充满悠远闲放之情。他施法董具一路，而有浑厚苍郁、高洁淳朴的气息，题材多为飘零散淡的余隐生活写照。如《洞庭余隐图》题画师说道：“洞庭湖上晚风生，风懒湖心一夜横。蓝照稳，草依心，只钓鲈鱼不钓明。”他将自己比作漂泊无定的一叶小舟，诗情画意，质朴无华，洁身自好而直抒胸臆，最能体现吴震当时的心境。其用笔凝练，朴厚圆浑，墨色深沉浓郁苍润，构图平实而不求奇险，充满江南湖泊丘陵平缓苍郁的景象。王蒙为赵孟俯外孙，自幼承蒙家学熏陶，少时才华俊发，自号黄鹤山中巧者。王蒙表面上会计遁世，其实内心深处匡世济时的志向并未泯灭，世与隐的矛盾心理时起时伏地纷扰其一生。在他存世不多的诗文中，可以窥探其复杂的内心世界。去随流水远，归与云相从，无心任玄化，勃然其始终。诗中超然淡泊的心智油然而生，忘情山林的超脱和建功立业的期望，矛盾心理共同构成了王蒙复杂多变的人生观，而体现在他的山水画里。王蒙的山水往往深邃繁密，山峦层叠起伏，表现出内心烦乱纠结和挣扎，传递出对混浊世道的不满与不甘的内心情思。重山复岭，迎回曲折的体势，山高林密，渐趋谷深，以乱头粗浮的解锁村、牛毛村等独创技法，细密繁复、纵意多姿地勾勒出宏深俊伟的山水气象。倪瓒和王蒙是好友，他曾评价王蒙是王侯比例能刚鼎，五百年来无此君。如果说王蒙的山水画是元寂以来的家法，而倪瓒恰恰则是一种减法。倪瓒的笔墨是减之又减、损之又损的一片晶莹清澈的幻化天地，以表现出对混乱天序现实世界的逆反情绪。他的山水画
高迈孤逸，简淡静谧。在元四大家中，倪瓒被后人誉为画格最高逸者，以可比淡墨作易水两岸的山水画，清旷之境，善用侧笔，笔法秀俏，简淡清静，内敛含蓄，笔简意远。倪瓒出身富绅家庭，生性好古，有静谧孤清的洁癖，清高孤傲，脱俗纵逸，与世无争的超拔秉性，造就了倪瓒一笔草草，聊以自娱，和直写胸中意气的山水画主体精神。元代文人山水画的共同特性就是，将笔墨作为寄乐临泉的释怀方式。他们自觉地把内心世界的喜怒哀乐，移情到山水画多元的性灵表达之中，并使之成为文人关照事物、生命体验的象征意义和笔德属性。宋元时期是中国山水画发展历史的巅峰，高峰林立，宗师辈出，影响深远。本课程通过北宋范宽的《西山行旅图》，南宋夏圭的《西山清远图》，元初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元末王蒙的《清便隐居图》等四幅经典山水画作的解读和临习，并由此延伸为对应自然、体察万物的山水画人文价值体系的建构，串联起传承与拓展之间的精神本质与核心思想。所谓以元人之笔墨运宋人之丘壑，正是我们借鉴前人成古开今的活水源头。追本溯源、固本培元的前提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写生为因，创作为果。学习山水画应在体验自然物象中转化传统笔墨思维，拓宽学术视野，激发创造才情。万物炫心，触景生情，境由心生，观物与体相不相为爱，与心之通内外，观世界皆能主宾相照，物我兼成。观天地而立本心，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唯一的心象计划，取决于画家面对自然的观物方式。自然观决定了方法论，这也是山水画四通万里、与心徘徊的主佐合一的生命力所在，也是艺术创作过程中笔墨境界、人文境界、生命境界的不断升华。